平常生活里的事情。我们有几个艺人的妈妈，就是说会被大家一起当做一个公众人物来看。对于14岁就涉足娱乐圈的刘亦菲，迅速蹿红的星途使她一直处于娱乐风暴的中心。有关她的出身、她的年龄、她的学历，甚至她的性别，各种流言与争议。She's very good. Jade Wardle has sent a bounty hunter. We are doomed. Sorry. What's going on? Who? Some scary looking guy on. Where's your staff? But Jade Wardle has sent a bounty hunter. We are doomed.幕后的故事，在节目现场，刘亦菲与主持人张丹丹相谈甚欢。好像他送了你一本书，然后在那上面写了一些让你现在都可以保持很好心情的字儿。他那本书上写的是，如果你演小龙女，我相信千万的金庸迷就不会说我是胡说八道了。